这样的豆子呢？接近100度啦，接近100度，它升起来像火山爆发。小滚啊！起锅之前要把这个烫一烫。
就要鸡蛋就要点一下。Oh, my God.
做人的。
做好而已。回家就可以吃了。哎，回去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买这啦，我叫你去给你叫乌龟啦，哇啦！